说在番禺有一家很好吃的牛杂，然后今天我们换件衣服去看一下吧。这家好好面店的话，主要是做牛杂，然后听说是号称番禺最好吃的牛杂，然后这个点，而且还是工作日哦，还是蛮多人的。这个好好面店的牛杂是在一个停车场里面，然后也是网上人介绍才已经走到这里。这一份是20是吧？这是蘸料，应该是一些甜辣酱，还有一些辣椒。这碗是猪头，我们试一下味道吧。我的可喜蛋，你想吃吗？试一下蘸一下那个甜辣酱一样，牛杂一般都是蘸甜辣酱，这个软烂程度是可以，味道也是比较浓一点，感觉比较入味，整体来讲还算不错。试一下这个海带，这个牛杂的味道比较适中，然后不会太浓也不会太淡。蘸点酱料的话，口感不错。下次经过这里的话，应该还会再来吃一下。难怪这个点还是有人来吃的。它的辣椒应该是自己自制的，比较辣。但甜辣酱的话还不错。试一下这个面筋。这家店是在小区里面。猪红比较嫩一点，整体来讲没有这个牛杂好吃，感觉，但是口感还是可以。它这个海带真的比较入味，而且相对来讲已经是更烂了。我们最后试一块土豆吧，第一次吃牛杂吃到有土豆的牛杂。